哦，非常的紧张哦。OK， 点击画面，哦，变红色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哦，有一张红色的，哦，有机会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到底是不是？哦，哇哇！大家好，我是阿信，又到了我们 KOF All Star 的时间啦。那么相信大家一定有看到呢，我的画面上已经有疯狂八神哦。那虽然昨天在影片里面没有抽到，但是后来其实我有抽到啦，因为这就是氪金的力量哦。我觉得我运气蛮好的，我并没有氪很多钱哦，就拿到我们的疯狂八神啦。好，给大家秀一下我的这个凤凰八神啊，超帅的。然后我已经把它练到了50等啦，那么之后还可以突破界限哦。那升阶的部分要让它升到六星呢，必须要有一些素材，但是我目前还没办法刷啦。所以呢，今天抽到我们的凤凰八神到底要干嘛呢？大家要记得，诶，不是抽到凤凰八神就可以休息哦，我们还有这个。我们还有这个战斗卡哦，哦，这个给大家看一下，八智女这一张战斗卡，哎，什么是战斗卡呢？到底要不要抽战斗卡呢？以无氪玩家来说，其实可以不用抽战斗卡啦。但是如果是有维氪或者是想要拼运气的玩家，都可以来抽一下我们的这个战斗卡哦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名称哦，叫做近12114八智女。那这个战斗卡就是会有一个大绝招哦，需要耗费五颗气的大绝啦。那我们通常这个，我们通常角色会有三个小绝招，然后一个大绝招，还有一个超必杀哦。那给大家看一下哦，就是我们在核心的这个地方呢，哦，一开始就可以学到这一招，近千二。百十一是八智女，就可以先学到这一招小，就是一般的大绝招。那应该是耗三颗气吧，三颗气还是一颗气哦，我有点忘记了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要耗五颗气的，就一定要来个人商店哦，来抽我们的这个特殊卡召唤哦。那希望我们今天可以抽到我们的这一个八智女。好好，疯狂八神的这一张卡片啊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些石头，打算来抽给大家看啊，直接来开抽吧。好，有没有机会一抽入魂呢？月之夜大蛇之狂风安特殊卡，八智女，来吧，一抽入魂，有没有机会呢？哦，非常的紧张哦。OK， 点击画面。哦，变红色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哦，有一张红色的，哦，有机会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到底是不是？哦，哇哇哇！第一抽就抽到了，太强了！哇哇哇哇哇！哇，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太开心了！哇，哈哈哈哈啊啊！哇啊！哇，我第一次，这个完全没 C 过，完全没 C 过，太扯了！第一抽就抽到，哇，太扯了！给大家看一下，真的是第一抽，哇，真的是第一抽啊！哇！第一次十连抽就抽到我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太帅了，哇，哈哈哈，近12114是八字女，我居然第一次十连抽就中了，太开心了。好，我们赶快来装吧。哇，好扯啊，哈哈哈，哇，太强了，马上装备我们的这个大绝招特殊技能一起动，哇，太爽了。
然后我们这边也有一些这个装备卡哦，就是大家可以装一下啊，反正因为这些装备卡可以替换啊，所以我们就随便放个几张上去好了。我们随便放个几张上去啊，反正应该是没什么差哦。好，我们就把它给摆满了，哈哈哈，太爽了，哈哈哈，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展示一下这个疯狂八神的超必杀给大家看一下。那我这边就打个故事模式好了。哦，我这边打个故事模式哦，展示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真的太爽了！不然就是打个啊，我们打塔给大家看好了，因为这个塔我还没打完哦，就是试炼之塔。那么试炼之塔呢，假如说我们打到50层的话，那每天都可以直接扫荡一次哦，那你就不用每天打了。好，我们就来打塔吧。哇，太开心了。好，直接挑战。那组合就用我们现在这个组合啦，还蛮强的。OK, 直接开始战斗。好。OK, 我们准备要来展示大绝哦。好，我们前面就先来存气哦。我们前面就先来存气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三颗气了。那小绝招大家应该也都看过，小绝招就是一般的八字女啦。那这个八字女放完之后呢，我们的小招会全满，所以很快的又可以放小招，还不错哦。但是呢，我们刚刚放了三颗气哦，所以这边必须再集一下哦。我们打好来展示吧，八字女五颗气大绝，哇，好帅哦！哇，太帅了，还不错哎，哇！这个大绝真的是玩起来太爽了。那阿庆呢，在阿庆就是之前有氪金嘛，所以我的 K 也有五颗气的大绝哦。那么今天也展示一下给大家看哦。OK, 好，我这边直接叫 K 出来，先来刷技能，先刷这个气的量。你好痛哦，被打超痛的。真的被打超痛的。这边要稍微躲一下。而且 K 的我觉得 K 的冷却时间有点长哦。所以稍微有点危险。好，我们这边 K 满气了，赶快换人。那等一下再叫 K 出来使用他的大局。好，果然还是暴走八神比较强一点，攻击速度快，然后攻击力又高。OK, 还不错。来，我们这边先使用他的八字女，先来爽一下。哦，恰恰恰，太帅了！嘣嘣吧，漂亮。OK, 准备我们的 K 出来，直接开大绝，来，超连锁驱动 EX 丢，一阵狂攻击，太帅了！哦，吧，哇，超帅的，哇，还不错哎。八字女，OK, 展示成功我们两个武器的超必杀啦。那今天真的很开心哦，这个
特殊战斗卡居然让我一抽入魂抽到了，真的是太开心了。好，再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终于抽到这一张，终于抽到这一张了。好，就是我们的近千211式八智女，真的是太开心啦。那今天就是来介绍装备卡给大家看，特殊卡哦。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抽中，难道我运气真的很好，分享给你们，说不定你们看完这部影片之后也能够神运抽到咯。 OK， 那么我们今天的 All Star 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我每天下午四点呢都会准时发布影片啦，那喜欢的话帮我点喜欢并且分享，然后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阿庆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，哈哈。别告诉我的女人家，我的心已塌得好多线，没有你的画面闪烁在脑里面，一直不会变。